就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朋友，包括吕一丁啊还有张静海，我们会有共同的朋友，都会组局啊什么东西都会也会见到，但是就不是像那种天天在一块儿的那种哈。来，接下来三号啊，第一个问题，多久没见了？久违了，久违了。三年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对，奔着三秋来的。什么职业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文娱工作者，我的妈呀！文娱工作者。第三个问题，您多大年纪？他应该是不惑之年，我觉得啊。比您小，比我小，他老管我叫姐，差不多。我建议您啊，您还是靠谱点，问问他哪儿的人吧。对，哪儿的人？哪里人？老家是哪儿的？不会又是东北的吧？哎，他好像还真是东北的。山东，对，你看。哦，他山东人啊。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我可是帮您，您确认不问男女是吧？男的女的吧。您是先生还是女士？我真的就帮你，哎呀，着急，跟你不一样，跟你，对呀，女的啊，哎呀妈，终于来个女的，来吧，您猜猜是谁？燕丹臣。好，三号王建中到底是不是演员丹臣啊？丹臣确实是我跟王老师非常好的朋友，小妹妹啊。是。但是呢，到底是不是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谁来了？答错了！掌声有请黑妹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！著名演员黑妹与大来宾冯国强相识多年，志趣相投的他们有着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？你俩怎么会这么熟呢？不是，关键我们俩很多年没合作了啊。然后呢，那时候您先说他来，你高兴不？哎，太高兴，太高兴！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